当了金去了吗？是不是啊？走。我怎么办这样？好难打呀！我操，这样我怎么过去啊？啊，那我要满血才能玩游戏。哇！他进我蓝了吗？I think I've learned what I need to here. First blood. 你妈逼呀、啊！对面打野在下路，你为什么要打呢，哥们儿？你告诉告诉我。哎，我操！完了，不是。不是你有病啊！你看没看到啊？你们，你看没看到人啊？然后他有那个要击炮，怎么办？比如，没办法，就这样吧，没办法。来，这波是吃对面 F 六的节奏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。三打二也打不过了，操你妈逼！我觉得已经没办法了，这个游戏。哎呦，队友又输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队友又倒了吗？又倒了。哎呦，又玩不了了，我的队友。是我的运气这么差吗？又倒了。不是队友人都没了呀？不干你。有眼哥，我操！运气那么好吗？我操！哎呦！而且我的队友每次玩都这么差呀、啊！
这赢不了的程度呀、啊，这是。玩 AD 吗？这跟拿这跟玩什么是没关系啊，知道不？哎呦，为运气这么好，这个人没有撸气吗？为什么都全是暴击啊？我操！不是，这个运气太好了吧？是不是？他都没有撸气，怎么就是这又是暴击啊？我操！哎呦！哎呦，好多。哦，为什么都队友这样了？哦，不是，这运气这么好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运气太好了吧你！哦，好，死了吗？哎，死了呀！哎。啊！我的队为什么这么菜呀、啊？我真的好难受呀、啊！我每一把都裂死了！哦，我操！还行，我现在能玩了，应该是有点低。你在干嘛？哎呦，不是，你是战斗靠运气的呀，知道吧？哦，在干嘛？哦，绝对是知道吧？你是靠运气玩的。哎，我已经亏死了呀！哦，哎呦，这个人对我们这把游戏的输赢没帮助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喂，干嘛？啊，这没办法吧？你都是对线稳赢的辅助。他只怕什么？只怕对面打野 gank。那如果你的队友帮你了呢？那你三 v 三就一定能赢。这就是 Niko 这个英雄，所以他们这把的关键点就在于那个下路打野愿不愿意去。啊，干嘛啊？我操！啊！你要去改，那你要去改你也改不了，你要通过操作去改变这一个结果你也改变不了，肯定是崩盘的，就基本上一定是崩的。
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. 저 더블킬. 오차, 오차. 미니사. 이첸 스바이시, 타도 큐더슨 에이스 스바이어스야. 太厉害了吧！哎呦，不是跟英雄没关系的，就是单纯运气不好，运气太差了。嗯，谁都赢不了，感觉我都好死。